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鬼培根，现在在这个旅社的厕所，给大家看一下这旅社的厕所。这是这个房间里面我觉得最亮、最适合拍开箱的好地方了。好，今天呢就来开这支达尔，早期的达尔贝吉塔。然后这个我在台中呢没有看过这一支，是上次去七龙珠快闪店看到的。然后他们是卖550块，我是觉得有点太贵了，我觉得网络上可能卖的便宜，但是我后来也没有在网上买，是今天去万年大楼刚好看到这支，特价380，所以就把它买起来了。OK， 然后一样是带泥板的。我觉得这一支的好处在它的底盘呢很小一片，然后一样支架，直接就是一个本体，这本体是有点小支啊。OK。这支呢就是有一个底盘，然后支架就是本体，它这个大小呢其实是蛮还原漫画版的，所以身材什么比例会有点小小只的感觉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们一样呢先进细节来看一下这支 LEGO。其实我觉得要买达尔穿这个赛亚人的战斗装，精品其实是非常少的，应该说几乎没有精品呢是有穿这件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支呢算是必买的。其实这支的缺点是它的面向我觉得没有做很好，它牙齿这边都有一些瑕疵。看一下这个盒子上的，盒上其实看起来就有一些瑕疵了，所以本体上呢我觉得就不会太在意了。然后看一下他的手套其实有一些脏污，另外这种左手也有。看一下他的铠甲其实上色没有上很精准，白色其实算是一条下来，然后这边没有切齐线。我觉得整体呢算是非常不错了，摆设起来呢整个身体的动作是蛮特别的，只是如果近看的话细节可能 没办法那么好了，细节有一些瑕疵点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这就是今天 BWFC 的早期达尔开箱，如果喜欢这个时代的达尔我觉得可以收一支，因为这个战斗服真的非常少，要找的话其实算非常难找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，喜欢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